孙哥，哎哎，老公，水宝哎，好久不见，哎，钟，是是，钟明兄，嘿，搞炸搞炸，搞炸啦，把酒弄来困啊，落落啊，这专台湾哈，上届高一的挂签，哎，真正就高一，本身也要恭维，大家问好者啦。哦，咱哦，东港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哦，咱哦，大家好。啊，你是屏东都是砖头的。哦，我就是那个隔壁恆春啦。恆春、啊。哦，这恆春那个正点钟的隔壁。不，恆春，走路嘛会到啊。煞唔知。恆春隔壁呢，而且个秘书敢那讲吼，迄落过三间厝就到阮家啊。三间。太近啦。三间厝一个地名哟。啊，不是。那叫三地厝，搁过去有未吼？咱恆春人吼，咱迄落屏东人咧讲报路的时阵咧，又讲吼，啊，恁倒有对啊？哦，恆春就对啊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介近，介近有未？你出来去遐看，这条路哦，四线都有未去吼？哦，啊，遐去就到啊。是安尼哦。嘿啊，一下就到啊，一下就到。去就到。一下就到啊，嘿。啊，你若是去到遐，若搁找无，你只个人叩门吼，讲门看卖啊咧，人间味足好诶。哎，第二个不讲，你遐有哦吼，能算到一日去啊，就搞，可能未搞。那个关注门的门路赶快呐，你注意听那个尾尾，伊在讲哦，那么远，那么远，四点刷头。啊，你那个伊在拿半点钟哦，这里的最后的几多两点钟啊？哦，啊，有一种种远的，爱得你死人的，那么远的阿弥陀佛。那你玩多一点那样的去？对，我刚刚收到了。都只相公，我是一片歌手。我讲的呀，你讲的呀。啊，你讲。又出这个新闻吗？不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出这25张唱片。什么？25？不简单。只我拄仔是讲一出一出，唔拿一张。哦哦，你卖个骗啊！一张。你安那花都无效啊！不，有政治上介好。对啊，你讲。哎，大家讲哎，王宗平，我看你演戏个济，你今日跟出几只歌？你在歌中一点么感觉都无，迄个不简单啊！啊，你讲起来可能我出个无人单，我演戏较成功嘛。是啊，我跟他听住，今日是五日节。你竟然穿红包出来，是过年穿的？是。卖你人老爹，还没有包咁嫩呢？不是啊，我穿啊，你看穿迄香包啦，香包吼，你是讲除障的对？对，白草是不是？你这个天穿西装，像个建议的。你快老看老大呢。哎呦，等下，你阿仔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咱等下，看家己的故乡吼，还无啥事哦，后边咧抽烟呐。就太难啦。等下故乡对不？一定吼了爱吼，较重要咩？慎重一下。是。哎吼，今那个五日节对不？吼，我想讲吼，穿哦较慎重一下安尼啦。哎，尤其是你看卖啊现场安尼，或者比如说跟他演唱会咧。是啊。那现场遐济。哎，我们不看伊讲蚂蚱包红色的蚂蚱。哎妈，不要这样弄他。哎，钟平哥真正是吼。我实在诶，男人里面真的是上中好老实的。真的吗？我特别拢爱讲讲伊话老实。嗯。你知影无？我迄当甲伊演红啊无？对。迄工咧，阮演到吼，差不多11点外，要12点要收工啊。唔是哦。一般咱若要收工，拢走干那飞咧。对。哇，收！迄工伊拍了，甲我迄场拍了，我后壁搁一场。所以呢，伊拍了，伊就。一直跟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收工赶快回家，已经11点多了。你说哦，好，你就走，我就开始录我一场，一场差不多录要40分钟啊，我好不容易录完，我就要回去了嘛，给我一起来啊！你还搁伫遮？嘿，人讲徛喺边啊？创啥？啊！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我要跟你说再见。嘿啦。伊要甲我说再见。无啦，伊有一摆因某打电话抗议，阮人毋知安怎，10点收工，天光才转去。啊？因为伊今仔日去楼顶，嘿，迄总经理是拢无人啊，嘿，嘛徛咧对迄个牌。总经理，谢谢你的赞美。你讲的想啊，都假的，后台唔是去流动厕所。系啊，伊徛伫遐等，我伫遐创啥？我要便所啊，我你入去啊，内底人还袂出来，内底无人啊。我印象最深刻是，我刚出道的时候，一张专辑我会根本都无人知影我是谁。哦，不过伊这点吼，真的影响我很深。是，因为咱一般拢是看到实在人，咱才会拍招呼。
伊唔是，我那时候刚出道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哦，才15岁哦。我还记得在台视门口，我要过那个岗哨，就是警卫，他在里面，我在外面，我还没进去。已经走出来？不，他刚好要出来，一号他非常有礼貌的跟我点头，就好像他看到总经理一样的那种态度。卖啊卖工地，他刚走路去弄到电话条蛮黑色的。但是，那你的个性敢那不适合演艺界，你是当时人去来恶作，啊不，人去来发现到是安尼。发现到就是迄落，咱都以前吼拢吼去迄餐厅唱歌啦。你，对，民歌餐厅，民歌餐厅嘛。对。啊，后边就不收档就大卡，啊，很贵啊，那天的是伊呐，嘿，啊，昨下迄个哦，头家在捡起头顶饲较大，然后就去餐厅唱歌。你讲的这是多几出？某某塔罗啥？真的讲真的啦，对，有影啊！我就是吼，以前拢伫咧餐厅唱歌，啊，就是迄出来卡含万个月，我若去，今麦好搞呀！今麦好操，其他都没有进步啦。小夸讲你两句啊，你个真的可以吗？啊，真的。不是啦，啊，我来出来吼，我来餐厅唱歌吼，我来拢特别吼，拢唱一点钟，我才唱14首歌曲。哎呦，拢无咧讲话哦。哎呀，啊，就是有人点歌嘛，迄出啦，大家足爱去个餐厅听歌。你看林青，啊，就踮遐一直唱，啊，一直唱了后，人就感觉讲，这个歌手敢若吼，足好气味啦，啊，足认真呢。什么歌拢会样唱？啊，那袂样唱，我那高公吼，对不起，你这个歌点的太好了，但是我不会唱。啊，没关系，你下次再来，下次我就会唱了。啊，对，邓丽君连呐，邓丽君连，这种敬业的艺人很难看到。啊，所以就叫我们给你请出场。啊，就是当下就开始在餐厅就有一席之就立足嘛吼。而且那有一边都要确定立足。啊，嘛不该确定啦。我本来真肯定啦，啊，你给我问一下，我感觉哎嘛是危险嘛你啦。请问有足，但是立在哪里？立哎了，家里迄餐厅也不大。大家顶哦，大家顶啊！我这边就是吼，我还记得我去咧表演吼，啊，迄天干那两个人客呢？两个人客，一个头家，一个头家娘。行李加吧。真正还人客啊，坐伫咧角落，啊，伫遐咧开讲，啊，唔过除了我去，我就。我那认真啊，甲唱歌安尼啦，啊，即摆唱唱的时阵吼，哎呦，迄个人客就行来，就行来，伊就讲吼，伊是迄个唱片公司，唱片公司，哦，啊，伊就感觉讲，我敢那我那做认真咧唱歌，啊，唱歌的歌声嘛，敢那还可以安尼，不简单，即题是咱半点钟进前问伊的，就再开始讲，真的可以，对啊，那进入歌台，对对是，对对。为你啊的形影，未来消瘦日牵挂，是谁来听云散？情无结局就变卦。梦醒来，只有我，命是寂寞。